中国十大易学名人易隐现老师。2003年接受香港风水命相杂志邀请撰写预言学文章。2003年接受香港天下易学杂志邀请撰写预言学文章。2003年接受香港天下易学杂志邀请撰写预言学文章。2004年担任香港天龙联会副会长。2005年获得中国十大易学名人荣誉誉。2005年接受焦点房地产邀请风水讲座。2005年广东电台特邀风水栏目嘉宾，被评为2006年度中国易学十大高级策划咨询师。2006年被临湖畔项目室内风水特邀嘉宾。2006年祈福伊湖窝湾项目风水特邀嘉宾。2006年担任广州风水大会执行副主席。2007年接受广东珠江电视台邀请录制风水节目。2008年杭州高端家居设计风水特邀嘉宾。2015年江西上饶万历峰会项目风水特邀嘉宾。2019年受民生银行邀请讲解流年运势。